脉速三阶段啊，和人类发光速度，这个倒没研究过，可能差不多吧。二楼有记录。感谢关注嘎。左边有人。这波洗爽了啊，爽吸！这个前期可以直接囤一刀啊。楼上有修机的。我走了，我以为他卡在这里呢。哎呦，浪费了，这刀砍不到了，可能。哎呀，哎呀，难受啊！不想当战犯，却变成了战犯啊！这就是战犯挂，真倒霉啊！怎么他妈又碰到挂了呀？他妈是晦气，我操！真的晦气，一个他妈匿名就有挂，干了他的妈！这么搞啊？这不就是一个匿名吗？一个匿名都能挂的哦，有点好了哦。嗯，大满两圈。不搞了，先把血祭品杀了。哎，对，把他先杀了吧。把他先杀了，然后再杀他的队友，只能这么玩了。
本来那库宁刚才要死的，这个挂不能现在杀，现在杀有点早了，因为你把他砍倒之后，你得一瞬间结束游戏，这样的话他就没机会了。 而且就是杀他的话，手里得捏个一刀，这里必须得捏个一刀杀，不然的话搞不了。这里先吸一吸他吧，不知道那个残血的在哪里。没这个挂，这把就不会难打了。 烦呀，这傻逼挂！我觉得我杀他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对他火力全开。 他又跑了，我不想用一刀啊！ 用一刀，不得用一刀太亏了。就这几波不能用一刀，用一刀等一下杀不了他。当然他也有一箭逃生的，有机会可能有一箭逃生的这个能力啊，就看你来不来救的。 他要是来救我就刀他。昆汀好像没修机了啊，好像是没修了，我看一下。来了，给他砍刀，给他砍刀，不砍吗？哦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啊！ 他一我去找他，他肯定是知道的。如果我去找他的话，他可能要躲我了。哎呀，个屌毛！我先耗一下啊，看他会不会修机的。这个挂是个棒子。哦，看到了，好，这波让我逮到你了啊！哦，好好好，牛逼牛逼，不装了是吧？摊牌了，摊牌了。
摊牌了，你不演了，对吗？这就对了。反正他们有人观战的，肯定知道这逼开挂了。等一下啊，我把录下来，举报了。最近下播很闲啊，举报这些挂有的是时间。坤，看一下啊，撸啊撸，棒子。算了，到时候去直播录像里面导吧，没录下来啊。直播录像里面导出来就可以，一样的，不要忘了就行了。